随着旧历年节的脚步来接近草屯镇碧峰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伫咧健康促进的活动以外，邀请到书法老师前来现场写春联，这也是社区大心的安排，借此增加过节的热闹气氛，以多元的方式来陪伴着服务社区长辈。利用钓生游戏的方式，除了社区中只动脑思考、训练着脚手的动作以外，这边的课程真特别。现场有书法班老师，也有学生，正在向社区现场写春联，让社区长辈会使欣赏着传统书法艺术。是啊，咱阮逐年拢有办啦吼，啊都有哪些吼，互咱砖头这老伙仔吼，啊咱这志工吼，啊过咱民众吼，啊有一挂迄个过年的气氛，吼啊阮这。逐年拢办了吼，真成功啊！参与人嘛真侪，因为有较有喜气啦。啊，过年就是本来就爱闹热闹热闹，安尼，啊，就真感谢这老师来甲斗相共安尼。即几年每到旧历过年之前，平社区甲书法家洪玉秀来合作，举办着写春联活动，增加年节喜气，要来送互中介祝福。大家都很踊跃，都象征着说要来这边写书法。其实我们的团员还不止这些，我们一共有二十几个。那因为是阿姨他们这边怕场地坐不下，所以我们就要求说分批，然后用照轮流的，所以每一年我们就带了差不多十个左右的学员来这边跟大家共享盛举。迎接着龙年，云探机会来登很舒怀成果是各有特色，都讲传统的村人，结果创业顶很，和长辈甲应景的村人砸登去。学习我们书法就是要在日常中。我们就是要跟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春联呐、我们每年都要写春联，所以学书法就是在春联方面，我们就可以尽情的发挥。好、哦，把想说每年的句子都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年是龙年，龙年吉祥，龙年行大运。这场这意义的文化当丰富着中辈的生活，为准备搞年节来增加更多欢乐气氛。记者林信，差不多。